习大大宣布这个大桥正式开通，造价6200亿，牺牲了18个工人的生命，159座的加油站，5900有用，4100万公升，采取那个退役送医的这样的一个处理。这3个照明卫星亮度是月亮的8倍，这是11点国民大会。